先生，如果审判者放过了一个异种第一次，是不是就会放过第二次？后来他知道我是个异种了，可是对不起，我一想到他就想哭。在我这里你什么都可以说，孩子。我想见他，我想见他，我想见他，先生，我想见他，不后悔见他。知道。